有可能在一起的机会。可能吗？还是现在已经没有在交往吗？现在没有在交往，没有在交往。我要那边乱套话，好不容易单身，要享受一下单身的生活，但是很久了啊，很久了吗？有发冷哦，一年还两年？一年，两年，两年，两年多了，半年，对对。有时候有他，然后有时候也有导演啊，也有摄影师啊，也有其他演员这样。我在干嘛？你好像在旁边干嘛？还是比较希望就是把重心摆在工作上。对，都在交往回答对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不要靠，没有在交往，没有啦。这是一个主揪人，因为他算是，就是我从以前就是一直是康乐股上的工作，对，然后他就有发一个讯息在我们的特队群，就是说，哎，就导演要约吃饭，然后大概是几月几号，然后看大家有没有想法，然后谁会不会出席这样子。没有啊，我讲好了，反正呢，就是我们那个群就只有六个人，然后我是下午一点钟发讯息的，我说导演想要找大家在三月几号几号几号这几天选一天吃饭，然后大家对于餐厅可不可以给一些意见？对，好，然后我就发了，这是下午一点。然后晚上十二点前呢，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中间，我要睡觉前，我再打开来看。已读有五个，五个已读，一个人都没回，我就突然很生，就莫名的一股，对，因为以前女力的人不会这样对我，真的，以前我女力不管传什么，一定会有一个人回，然后我就突然不知道那天怎么了，我就你先打电话先给我，你先骂我，有吗？有。你是先骂我，所以你骂完我之后，我才在群组回复，就说哦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有看到讯息。他很妙，是因为他发现他都没已读，所以他就打给我骂我，他说，哎，你身为队长的，你看到讯息也稍微回复一下。不是，我有先打一个，我说，哦对对对对对，看大家好像没什么意愿，就先取消了，给我气到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我才。他我发现他已读那我不知道是谁已读，反正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就说你是队长，你要以身作则，你为什么都不回？别人不回就算了，你怎么没回？然后他才在那边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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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什么的。后来隔天就陆续有人回，可是我后来就没再回了。